能不能清唱几句呢？是吧？好。不要感冒，但是清唱一下，我也不一下。那就清唱几句吧，作为结束呗。作为结束。嗯，祝大家晚安。主题曲吧，主题曲啊，好，唱不好我就自动打断啊。风吹电话，自方向，被风吹。怎么死了呢？对不起。电话怎么样？谁来提的？我忘了。所以所有的演员自我陶醉都是假的。那那个音乐起来吧，随着音乐走好吧，随着音乐起来。好，出赛曲。好，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唱给大家。出赛曲。嗯。希望大家都愿意去看我。也感谢我们知音堂主光明先生，谢谢提供这么好的地方，为我们能够尽情的发挥。